哎，家好，我是农村面的，这是我以前一个半年里找我们一个料头，今天就用这回料做成那个手把件糊弄和手串。咱们话不多说，敬请期待吧，看我做出来到底怎么样。无论是做手把件是手串，咱们只用这个白里挤过的内脚层，把这个不是这个没被挤过的地方都去掉。这葫芦的大体出来了，接下来咱们开始精雕。忙好了，最后一步开始抛光。做了两天，这个包葫芦和这个甜雷珠手串终于做好了。别看这么小，才做了两天。因为咱们做这个手工要用心去做，要精雕打磨抛光才能做出好的作品。咱们话不多说，近距离看一下。看这包葫芦，两个做的造型不是完全一致的。看这个雷吉纹，这成色，看这个造型怎么样。看咱们这次做出来这个甜雷珠都是这种小珠子，看颗颗都带雷吉纹，看这成色漂不漂亮。咱们都知道这个雷吉枣木可以提携镇宅保平安，再加上这个葫芦的寓意，葫芦福禄，然后挂在车里，挂在家里，寓意又好又好看。没事的时候就这样用手盘盘出来，以后会越明越亮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咱们就到这儿了，下期再见。